说观往见菩萨心地品，即老非空实体，是为阿毗丘大德弥时大体，释迦牟那尼、萨弥萨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慧识的本质，慧识的本质在第一页后一面，第一页后一面请看着第一行，云何自觉亦凡夫，以凡夫堕烦恼王，我见为刚，为阴六根染诸尘，别犯贤去武力，众三毒轮六道等，作目其章不能自取，为如来从凡夫发心，本佛性切，故自心之真空，了惑业之虚妄，功成妙趣，讲透根尘，故亦凡夫。我们就先看到这。那么现在所说的就是解释到佛这个字，也就是明能说的佛，翻译就是佛陀，翻出中文的意思就是觉察，觉彻底觉悟的圣者。那么他是觉悟身心大大是如幻如梦，能够究竟诸法性相的明惑。那么这两句我们前面都说过了，现在就讲到觉有三义：第一，自觉亦凡夫；第二，觉他亦二圣；第三，觉满一菩萨。然后下头就一一的说明，云何自觉一凡夫。怎么说自觉不同于凡夫众生呢？以凡夫堕烦恼王，我见为刚，为因六根染诸尘啊，这些。那么因为凡夫众生堕落于烦恼的罗网，有见识尘沙无明种种的烦恼，所以堕落于烦恼的罗网，以五见作为大纲。所谓的纲，就是往上的大神，就叫做纲。那么以烦恼作为罗网，以我见作为大纲，为因六根染诸尘，为了因为
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南起色声香味触法诸多的呈现，所以就怪别了清净的泛恨，而趋向于五欲的境界。讲到这个五欲，我们就说明一下，五欲就是色等五尘之欲，色声香味触这五尘之欲，又称财色名食睡，也叫做五欲。色声香味触，还有财色名食睡，都称作五欲。先说明色等的基层欲，在止观上头说，五尘并不是欲，然而其中有滋味，能够升起修行之人虚意之心，所以就称作五欲。常常能够牵引行人入于诸多魔境的缘故，所以称作五欲。第一种叫做色欲，色欲是什么？就是男女形貌端庄以及世间宝物玄芳诸子种种微妙的颜色，能够使令众生乐者没有厌者，所以称作色欲。第二种叫做声欲，声欲就是诸子凡配的音声以及男女歌咏等等的音声，能够使令众生乐者而没有厌者，不感觉满足，所以叫做声欲。第三种香欲，也就是男女声香以及世间一切诸多的这个香气，那么是能够使令众生乐者而没有满足，所以叫做香欲。第四种叫做味欲，也就是种种饮食友善等等的美味，能够使令众生乐者而不感觉满足。第五叫做触欲，也就是男女身份柔软细滑，寒食寒冷的时候皮是温的，身体是温的，热的时候身体清凉，以及衣服种种美好之处，能够使令众生乐处而没有厌处，所以叫做处欲。在小止观上头引禅经的记诵就这么说，说生死不断绝，贪欲是未苦，养冤入秋城，虽受诸辛苦，生锈如死尸，九孔流不尽，如刺从乐分，愚人生无益，智者因观身，不贪婪是乐，无雷无所欲，是名真涅槃。这段记诵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生死轮回而不能够断绝，这是什么缘故呢？也就是为了贪欲爱好种种美味的缘故，所以就白白的养这个冤家，就指这个身体，而入了秋山种木之中，希望说
诸多的辛苦，身体受害就如同死尸一般，有孔常常流出不尽，就好像厕所里头的虫非常欢喜大粪一样的。那么就是比如我们人敏敏他了，你在里头太脏啊，太锈了，把它抓起来清水洗一洗，大部一会儿又溜下去了，就是要混与人生无益。于此我们凡夫众生，我们的身体跟这个臭虫的粪是一样的，身体跟这个粪便是没有两样的，只是一层皮裹起来，将这个里头的病痛把它包起来，如此而已。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当好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它的体性是如此。所以不要贪着贪着难污蔑世间的这些虚幻之乐，不要贪婪世间种种虚幻之乐。我们假如能够不贪婪世乐，我们就没有这个过患的累赘嘛。我们内心里无所欲望，这样子才叫做真正涅槃解脱的境界咯，也能够证得无生不灭清净涅槃的境界。那么这是解释色等五欲的情形，其次才说到财等五欲。第一种是财欲，财就是世间一切的资产，我们众生都是以财物作为养活自己的资粮，所以就导致了使令众生贪求恋财而不肯舍弃，这个就是财欲。第二种色欲，色也就是世间青黄赤白以及男女种种的美色，一般人以这个色欲来为情事欲，导致他贪求念头不能处理三切，所以叫做色欲。第三饮食欲，饮食也就是世间尤善众味，那么我们众生必须假借饮食来支持我们身体活命，所以就导致他贪求乐处，没有因处，叫做饮食欲。第四种叫做名欲，什么叫做名欲？名就是世间的声名。我们众生因为声名，就能够显亲而荣耀自己，所以就导致他贪求乐处，而不能够知道满足，不能够停止，所以叫做名欲。第五叫做睡眠欲，睡眠也就是我们的情绪昏灭和睡眠那么我们修行之人，睡眠应当有这个节制的。假如是懒惰懈怠放纵，乐处而没有因处，这个就是睡眠欲。这个就解释财等五欲的情形，这个叫做趋五欲，就趋向贪着这个五欲。接着再看出我们的本质，众善德轮六道等放纵贪嗔痴三途的烦恼，三途的烦恼
要用什么来退治呢？必须用戒定慧三无漏学来退治，退治。那么轮六道的恩，而轮回在三界六道等等，做末其章不能自觉，众多的网络一起彰显出来，而不能够自己觉悟，防护众生，就是如此。那如来是怎样呢？下头说，为如来从凡夫发心为陀，如来这个佛陀为他的圣草，从凡夫发菩提心，他受了这个佛性切本愿，这个佛性切也就是发心说菩萨的三句境界，这个叫佛性切，悟自性是真空，能够彻底觉悟自性本性的真空。那么佛陀所觉悟的这个真空，它绝不偏空，它不偏空，它就真空当下就是妙有，妙有当下就是真空，空有不二，空有圆融，双彻双照，契入中道第一义谛，这个就是悟自性之真空了。能够了惑业之虚妄，能够断了烦恼以及有漏诸业的这种虚妄的情形，他能够以一心三观当下就照了这个惑业，当下烦恼就是菩提，结业就是系统，所以能够了惑业之虚妄，功成妙彻，窘脱根尘，故意反复，他的功德成就微妙的一切种事，一切种事了知一切众生的因缘，以及了知一切的道法，以法要来对治众生，妙不恰如其分的，能够一因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头前，他能够迥然系统根尘，而灵光毒药六根对六尘，他绝对不生起自性的分别，就是以般若智慧一觉照动南青草，尤其身形大快，他绝对不难找，所以能够迥脱根尘，灵光毒药，因此跟凡夫众生就不同。名而觉他一二圣，怎么说觉他跟二圣的圣草不同呢？以二圣于无明王空间为纲，则厌生死，取涅槃，增三界，悟世身，为自己愿大心等，众目其张，不能觉他，为如来离色数量，正平等次，得法性空，运无缘此，入魔佛界，广化众生，离苦得乐，故意二圣。先说到这，云何觉他一二圣？怎么说觉他跟二圣圣者不同呢？以二圣于无明王，因为二圣的圣草，他无明烦恼还是没有断的，所以就于此也无明烦恼的罗网，
空间为干，它执着于空间，作为大干。那么如此的话呢，它就厌恶生死，急切的想要取证，偏证涅槃。那么就证悟三切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厌恶胎卵四化，四化四神，唯独自己即灭了，自己解脱了，治了而已。愿大心坛，即可愿你大菩提心等等。他不再发起大菩提心，广度众生。所以众目齐张，不能取他，众多的网目一起彰显，他不能够就不能够觉他觉悟其他的众生。那么如来的精心是如何？下头就说了，为如来离色数量正平等智，得法性口，运无缘辙，不磨佛切，广化众生，离苦得乐，故意二圣。唯独如来离色数量，怎么说如来离色数量呢？来这个啊，因为如来他已经证得涅槃的事特，也就是所谓的常乐我净事特，在事特当中的我德，我德，我是什么？也就是自在，没有障碍的意思。然后讲到我有妄我跟真我的区别，假如是外道凡夫，对于五蕴的身体，五蕴的身心就强烈为主宰，把那执着是我，这种就是妄我。假若佛所具足的八种自在的我，就是真我，这个叫做我的。八种自在是什么？第一，能够显现一身，以为多身，能够现一身哦，变成多身哦。第二，四依重生，哦，可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哦，这么多，这个就是离色数量嘛，愿离色法的数量。换句话说，对色法就能够得自在了。像八地的菩萨，就是色自在菩萨。色自在菩萨哦，八地的菩萨啊，他这个啊，怎么色色能够自在呢？因为他能够了知，这个色是从自心自心升起的缘故，心能够变色的缘故，因为万法为色，心能够变色的缘故，由此之故，能够一个汗毛里头。能够容纳刹海，小小的戒指能够纳须弥，色法心法都不互相妨碍，自他都没有分可，是吧？这个就离开色的数量了。八地的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佛陀的，是吧？还有第三，他的大身能够清取远道。心取远道，第四能够现无量月，常常居住在一处。第五诸根能够互用，眼根可以听声音，耳根可以看东西，六根可以互用。第六得到一切法，就如同无法的想法。第七说一句的意义，经过无量劫。第八，生遍满出处，
又犹如虚空。你看，这个就是离开色的数量，对色法得到大致代表。另外，怎么说正平等次啊？也就是正法平等性质。怎么证得平等性质？因为佛陀彻底了啊，转世智，转八世成为世智，转前五世成为成熟坐智，转第六世成为没有观察智，转第七世成为平等性智，转第八世成为大圆净智。那么这里的平等智就是转第七世而成就的。那么一个所谓的平等智、平等性智，也就是反对第七世的我见而能够体达无我平等之理，他对一切众生能够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智慧，他是反对于第七世的执我。那么佛陀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平等度头之智，那么这个就是由于观智他有情都是平等，以及观诸法都是平等，所以叫做平等性质。因为我只能够断绝的缘故，所以自他能够获得平等。因为法执能够断绝的缘故，诸法也就平等。所以哦，佛陀这种大慈大悲啊，就常常跟他能够相应，观其他受苦的众生，就如同自己痛苦，就平等给予超拔救济。观其他众生的享乐，就如同自己享乐一般，所以就平等的布施救济一般。所以佛陀恒常跟大慈大悲相应，这个叫做平等性质，这个叫做正平等智。能够获得法性真空，法性真空啊，然后运无缘辙。什么叫做无缘辙？也就是佛陀运用平等智，无心攀缘一切众生，然而对一切众生自然能够获得利益。所以普行上都说，愿此慈悲遍覆法界有情众生，所以能够任运的把苦自然给予快乐，这个叫做无缘慈，这个叫做运无缘慈，运用无缘的大慈，能够入于魔界，入于佛界，他也能够转魔界入佛界，转佛界入魔界，入魔佛界自在自在的，是吧？广泛的教化一切众生，能够愿离种种苦，获得种种殊胜的妙乐。所以哦，就意义二圣不同于二圣的圣者。接着，云何觉满一菩萨，一菩萨流世情往，爱见为甘，则起大悲度众生，立五位修万恨，破无明纷争离等，作目其章绝未能圆，为如来心色俱裂，根本自显，五处亲二死亡，三绝缘，万德遍，在天为天中天，在圣为圣中圣，故一菩萨啊，就先看到这。怎么说觉满？
觉醒圆满，不同于菩萨了。因为菩萨，但是他还留世情亡了，所谓留后润神，留着烦恼，滋润生死，滋润生死，所以留着世情，世情的这种罗网，留后啊，爱见为纲，以爱见作为大纲，爱见也就有这个见识的烦恼。见识烦恼，当留这个见识烦恼，作为大纲，则起大别，升起广大的这个悲心，来度化众生。什么叫做别？别就是大别就是超拔一切众生苦苦，叫做大别。想要超拔一切众生痛苦的缘苦。这个属于大悲，大悲心，他也升起大悲心，要来度化一切众生。然后尽力五位，尽力五位是什么五位呢？通常讲到菩萨有这个五位，第一叫做知量位，第二加行位，第三通达位，第四修习位，第五究竟位。那么这个第一的资粮位，也就是为了趋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他就修提修行积起种种殊胜资粮的缘故。他的位置就包括了十处十行十回向这个就属于资粮位哦。然后第二叫做加行位，加行位通常在十回向满心的位置，在今日破修加行位也就是他能够加功用行，能够接近于见道的缘故那么他的内涵就是鸾顶能事第一，这个就属于加行位。第三种叫做通达位，通达位哦，通达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把加行没有见判那么这种的智慧升起，他就能够体会真如，体证气会真如本性。因为这位的菩萨，并用无漏的智慧。能够明了正的真如，所以叫做通达。这个通达位就是见道位，见道位。那么什么叫做见道？也就是用无漏的智慧能够去照真如之理，所以叫做见，这个就是见道位了。好哦，记得那么通达位它的内容就是增见道，也有相见道，增见道相见道的区别了。那什么叫做增见道相见道你看我们得大力说一下，所谓的增见道，也就是说唯独在初地入心，初地入心加行没有尽断，这种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能够体会真如，那么他最初能够观照到真理，所以叫做增见道，增见道，增见道，也就是由四谛一法的智一参罗最初见到真理，叫做增见道，增见道那什么叫做相见道呢？
由进到真理之后发生获得智，模仿最初进到的时候这种犯惑正争的状况，叫做相见道。一个通达位就是真相见道这两场的内涵。第四叫做修习位，修习位是什么意思？为了断除其余的障碍，能够证得转业，所以就屡次屡次修习无分别的智慧。无分别的智慧它的内容就是出了相见道之后，从初地中的住心出行，一直到第十地中金刚无间道以来，都是属于修习位的内涵。第五叫做究竟位，究竟位也就是究竟无漏即的圆阔啊。那么功成事毕又叫做究竟，他修行的功德成就啊，修行的事业完毕了，叫做究竟，叫做究竟，是吧？那么佛陀就是彻底的所托即般若，功德最为殊胜，为此究竟。它的内容就是恶妙转垮。什么叫做恶妙转垮？由转烦恼障证得大涅槃，由转手之障证得大菩提。所以究竟位又是恶妙转垮。那么从最初的资粮位加行位，就是最初的一颗最初的一颗大阿僧祇劫，最初的一个阿僧祇劫，然后从通达位到七地中是第二个阿僧祇劫，八地到十地就是第三个大阿僧祇劫。那么所以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样子，这个叫做历五位哦，经历五位，而菩萨还没有到达究竟的位置呢，还没有到达究竟位置，因为他讲过五位呢，所以我们得将究竟位给说了。修万恨就修习六度万恨，不思持戒能入清净禅定波澜。六度开出就是一个万恨了，无量无边如同围城那么多的恨门，太多太多了，能够破无明纷争离等，昏破无明纷争法身啊，纷争法身，然后纷争真理啊等等，纷争真理等等，众目齐张，许多的网目，众多的网目一起彰显出来，觉悟还不能够圆满，这个就是菩萨。唯独如来和心色距离哦，什么心色距离？讲到心色距离，换句话说，他能够照见无蕴皆空了，能够彻底度一切苦厄了，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怎么照见无蕴皆空呢？他用运用这种甚深微妙般若的智慧啊，观照一个无蕴诸法。比如我们众生的身形是无蕴所假合的，一个破了五持，再进一步做了组成。而生性无蕴的这个元素当下原生性空，欲破了法执，然后就证得无空法空的真如，最后您证得这种般若的妙智，他也不执着，所以就空空了，无空法空，空空，这个就是心色俱离，彻底离了。另外
心色距离也可以这么解释。为什么能够心色距离呢？因为它能够彻底了知了，彻底了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虚幻。这个在《金刚经》上都说的，《金刚经》说的。那么前面就是说，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一相，如如不痛，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那么怎么为人来演说这一部的《金刚经》呢？也就是要不取一相，要如如不动哦。为什么要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什么叫做不取一相？什么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也就是不取说者相、听者相以及所说所听的法相。如此来熏说，他就能够三轮抵空。因为三轮体空的缘故，他就正性而说，能够直指心源。心源就是如如理，就是如如智，名合为一了。如如智，契合如如理。那么，一个如如理就能常识现前，因此他就能够寂然不动。使令天文之人就在文字波澜升起观照波澜，而气称正悟实相波澜。所以呢，所谓的无说无闻，我这里也没有听说了，诸位也没有听闻，这样才叫做正说波澜。那么所得的福德是圣意，用宝来布施了，圣库太多太多了。不取相如如不动，就不住有为，他就不承诺于生死。如如不动，也不会去说法，他也不住于无为，就不执着于涅槃。那么不成生死，不至涅槃，就能够妙趣中道，也就能够证得诸佛如来无住的涅槃。那经文继续说，何以故？为什么缘故不取相呢？下头就说了，因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嘛。一切的诸法，一切诸相，诸多的法相，都是属于有为之法，就如同梦幻等等。为什么属于有为之法，所以梦幻等等的？因为大多数因缘聚集就生起，因缘散离散就灭了，是变化无常，执着不住的，就如梦幻等等，是有实际是没有，没有实质的，没有实质。那么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啊，凡是属于因缘和合之法，都是属于有为法所出生。然而有为法说是的法虽然很多，但是把它艺术起来，不超出五因色心恶法，不超出色心恶法。那怎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这个就是比喻，总的比喻，当有总别的比喻，总的比喻就是梦，就如同梦是啊，我们晚上睡觉了，做梦了啊，睡眠的时候似乎是有觉醒啊，实际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梦，
梦就是总欲哦。另外别位，别位有饭、炮、银、路、电，这个就分别来比别五蕴，五蕴而清净。这个饭就由饭数列来饭，于人的眼目色音亦菩萨摄，于我们心人的力量啊，这个迷惑的人就执着认为是有的轮廓。第二炮，炮就是水炮，因为下缘打结下头地面，它就生起水泡，它是起面不恒常的。我们众生的色音亦菩萨摄啊，因为境界招感而显现出来，而显现也就是无常显现的缘故了。这个因，因就是境因，依托外物而显现境的影子。当然在境里头其实也没有东西，也没有迹象，我们众生的响应亦不如下，依托六尘似乎有了，离开六尘实际没有而变空，这个就是云的比喻。那什么是露？露就是朝露，早上的露水，乘着夜气而升起，太阳出来一照没有了。我们众生的行应亦不如下，因为无明的业力的这个关系就似乎有了不、有种种虚妄分别造错迁有造错。但是我们用 智慧的观照它，一观照原来是空性的嘛。还有电，电就是电光，它是虚名暂时发起，是闪烁无定的。我们众生的世因亦复如是，我们假若忘失了正念它就忽然就升起，它变现就不能够成持了。这个就是世因，就比喻头念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了知一都是无常，法法总归幻灭。所以我们要应作如是观，要做如此的般若的观照，我们自然就不能够就不取着于种种法相，就能够如如不动，所以叫做应，叫做应哦，是吧那么须菩提，前面这个问道，两问这个住心的情形，也就是世尊说了须菩提他就问道，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缘何处，因何相不起心，就这个。那么到这里就结归了，结归了就结归一切啊，一切也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波起一下，要如如不动哦，要这样。那么讲到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全经的全部金刚经的结归结之语，像这个头尾所说的没有无非不取的意义，无非不取不取什么，不取色身等六尘相，而不取布施等六度相所以了前面经文里说到，菩萨依法应无所处，心欲不舍不死，所谓不住色不舍，不住声香味触法不舍，不但不取布施等六度相，而且也不取声相、佛度相、福德相、众生相、度众生相，不取菩提相，不取花心相，不取上求相，不取下妄相，不取因相，不取果相，等等等等。那么前面的讲到诸法如意，无实无虚，一切法即是佛法，四法平等等等的文句，都是如如的意义，
如如我。那么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是不动的意义。所以不取一相，如如不动，这个就是说到我们修行的功夫，也说到我们修行的成效。那么这两句是互相作为因果的，因为必能不取，不取一相，才能够如如不动，能够观照如如不动，我们才能够不取，所以是互为因果。那佛陀彻底了知了，彻底证得了，所以心摄去，心摄去，是吧？那么另外也可以这么解释，怎么解释呢？在《圆觉经》上头说到，在普贤章里头说到，善男子，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应当愿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见执持愿离心过，心如幻潮亦复愿离，愿离为幻亦复愿离，离愿离幻亦复愿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那么这一段也刚好可以做心摄去离的注脚。那这一段怎么说？根据地公的讲义，地显大师还有《圆觉经》的讲义，他就这么解释。说这一段就解释第三个疑问，因为第三个问题他就问到，说了假若诸多的众生本来不修行啊，那么导致使令妄想心，而怎么能够获得解脱呢？所以现在佛陀就解释了说，当今现前一切的菩萨以及末世当中发起清净心的人，应当要愿离一切幻化虚妄的境界，那么就是隆重显现出决定要修行不修行不可以因为普贤的意义，普贤的用意吧，恐怕末法时代的众生是吧，听闻说到既然是如幻化，那么就了知不真实，既然不真实，那何必要修行呢？所以前面说的本不修行，现在佛陀就说了，应当要愿离啊，要愿离，意思就是显现出幻化虚妄的境界，务必需要用修行的办法来愿离他们。讲到幻妄的境界，该设的法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叫做一切，一切的幻化虚幻境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圣人凡物依报正报，身心无明都是一切的范围。那么但是因为愿你要愿你它是不容易必要在于我们有坚固执持愿你的心，不可以放松一点点或者用理观顿难把它灭除，或者用四相的修行逐渐的把它请化，要念之在之不可以暂时不还所以儒家他也讲到吧，说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就会道也我们修道是如此那么我们修行出家修行我们修行佛法亦复如是，对所修的这个法门，我们不要这个暂时忘失了正念好比我们念佛，要忘失了正念，我们能常识的，一佛念佛，能够一佛念佛，
信心当来必定进化，既或不言不讲，方便自得心开，是吧？我们要一佛念佛，啊，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啊，一句佛都相续不断的这么念下去，但是可以用一佛的功夫。一佛功夫是什么？就好比我们没有在念佛的时候，比如诸位目前在听法，那你就心里问哦，我听法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吃饭为了什么？我吃饭就是为了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去。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叫做一佛了。一切所修行的都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就念此在此。要正念分明，不可以打妄想。不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佛的功夫，我们为爱大众而做点错啊。那么一佛菩萨，我为了什么？我那么辛苦了，为了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我做相当一佛菩萨。所以啊，你又不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去的。那我们时时刻刻念佛跟往生极乐世界就没有分开了，没有脱离，所以就能够信心当来必定见化，去而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哦，我们不能够放松一点，或者用理观顿挫，或者用事修来进前，要念之在此。不可暂时不防范哦。那么这里姑且就他以心遣患，以心哦遣除患境，以心来遣除虚幻的这些境界。假若果然这个虚幻的境界灭了哦，我们这个能遣之心也就无所用了。假设还存此心，就还是属于清净的眼目当中的病了。这个病也是属于如幻者，所以也应当要愿力，这是遣除第一重能力之心。所以哦，心如幻者亦复愿力，这个就是以心来遣尽。其次讲到愿离为患者，愿离为患者，经文说亦复愿离。愿离为患者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障头已经了之，心是如幻嘛，心是如幻嘛，那么重新升起愿离，假若果然心既然没有，那么从你也是无所有嘛。假设你还存着我再次的愿力，就好比有出的眼的毛病啊，这个啊，虽然离开了，但是细的异病还存在，仍然是如幻，所以也应当亦复愿力，亦复愿力。这个叫做愿离为患，亦复愿离。这个第二重，就以离来遣心。前面第一重以心来遣心，现在第二重以离来遣心。这个叫做第二重离心之离。然后第三重离愿离患，亦复愿离。离愿离患，亦复愿离，这是什么意思？这里就是说，说离愿离患，也就是说上头用这个愿离，以愿离为患，你假如用身体愿离来遣除它，使你能够消化消亡，
假若愿力已经消亡，已经化去了，那么上头的所谓的迷愿力者，又好像清净眼目的虚光一样的，这种的虚光也叫做幻，所以应当亦复愿力，亦复愿力，这是前第三层迷愿力之理哦。最后第四层，那第三层就以离来潜离，到第四层得无所离，即除出患。第四层又少得无所离，也就无可离了，无可离的缘故，到达无可前，就好像清净眼目的这个真经一样的，所以说即除出患了，即除出患了，也就是第一种所谓的圆照清净的觉相，就是这种境界。那么即除诸患，它也就等于了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得无所离，即除诸患，就等于耳根圆通的六除六劫，六劫的第五劫、第六劫一样的，除去空劫，除去灭劫，除去空劫，也就空觉即缘，空手空灭，然后再除灭劫，就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即灭现前，那么即灭现前哦，最后彻底啊，真如本性显现出来了，是吧？这个就是得无所离，即除诸患嘛。既然除去诸患，真如本性就显现出来了，所谓这个叫做心色俱离，佛陀是彻底心色俱离了。接着啊，那么这个要详细了，诸位可以把那个《圆觉经》的普贤章这一章拿出来参考，还有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也可以拿出来参考。拿出来参考，那么这个可以互相发表的，里头含义甚深的。好，接着我们再说到根本自玄。什么叫根本自玄？根本智能够显现出来，根本智也称作无分别智，这种的智慧是不依于心，也不攀缘外境，能够了达一切诸法，当下都就是真如了。这个也真如，这个也是，那个也是，怎么都是真如？最初幻化无为般若，是吧？都是般若。最初幻化无为都是真如，什么都是真如？这个根本自性。所以既然是了一切法皆其真如那么所观境真跟能观的智慧就没有两样哦，就好像一个人把眼目闭起来，眼目闭起来，外头就无所见哦，外头就无所见，而且外头没有分别。然而由此无分别者，他却能够升起种种分别。所以他就根本智，由根本无分别者就能够升起佛陀智，佛陀智，这叫根本智显。五住净二十王，五住究竟二十永王，是吧？五住有五住地破彻底究竟了，见一切诸地破，欲爱住地破，色爱住地破，有爱住地破，无明住地破，这五处烦恼。前面的四种就是见识烦恼，三界的见识烦恼，最后就是无明住地，就是无明烦恼。将见识无明的烦恼彻底灭尽了，那么怎么没有受到尘沙烦恼？因为尘沙烦恼在界内就依附于
尽是烦恼，所以千万就归纳于无明烦恼，所以他就不另外立了。二十亡，二十就是分断生死，变异生死。分断生死就是六道众生的生死，变异生死是三圣三圣圣者的生死。那么佛陀彻底将两种生死彻底消亡了，三觉圆万德变，三觉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三种觉都圆满了啊。还有万德变，万德庄严啊，万德万德万能都去灭了，对吧啊。在天为天中天，在天龙那就天中之天，在圣为圣中圣龙，在圣人当中他是圣人当中的圣人，所以就一菩萨，所以就不同于菩萨。号曰究竟绝了之佛，如来具足时候则时候其彰，此佛即娑婆世界说法之教主也。所以就称号他说究竟觉悟了知一切事理的佛陀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没有 彻底了知的，这个叫做究竟觉了的佛。那么如来具足时候，时候后边啊，第十地就会说到，到那时候我们就讲啊，就如来应供正遍遮明心陀等等，到最后会说到。那么这时候一体彰显出来，那么此佛这尊佛是谁呢？即娑婆世界说法之教主也，也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说法的一个伟大的教主。以上第一小课，明能说佛就说过了，接着第二课，明所说异者，说者越也有自他之别，为佛所正法，生佛平等，实以是片，应机而说，藏未所怀，为之自悦，众生闻者顿明佛性。而说佛界即如佛位，心为所闻，未知他悦，故曰说者悦也。第二，说明所说的这种意趣是什么。那个说者悦也，说就是悦畅悦的意思，有自他的区别，有自悦他悦的这种分别。先说到自悦，喂，意思就是说佛陀所证得的这个无上的妙法是生活平等，众生跟诸佛菩萨平等平等啊。那么事实的运用是无碍辩才，一个是无碍辩也称作是无碍智，意思就是说佛对这四种法的智慧明了，通达无智，所以叫做是无碍智，因为他辩说融通，所以叫做是无碍辩。第一叫做亦无碍智，也就是佛陀能够了知一切法的义理，通达没有智碍。第二法无碍智，也就是佛陀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明彻，分别没有智碍。第三此无碍智，佛陀能够对于诸法的明智义理，可以随顺一切众生啊，书方一别为他来演说，能够使令众生各个获得理解啊，并说没有智碍，叫做此无碍辩，此无碍智。第四叫做要说无碍智，也就是佛陀能够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所好要听闻的佛法
而为他来宣杀，元龙而没有自爱，这个叫做事变，事外变啊。那么佛陀适时的运用事外变才，相应众生的根基而来说法，能够超越自己的这个手怀啊，所有的心怀，这个叫做自悦，自己超越啊。众生闻者顿明佛性，得受佛戒，即入佛位，心愿所闻，为此他愿，故曰说者便也啊。丫头就讲到他愿，众生听闻到佛陀所说的话，就顿然能够明白，哦哦，这个佛性哦，原来也是这个我们自己众生都本具本具的了，一点也没有欠缺了。这佛陀也没有增加一些些，对我们众生彻底觉悟啊，也没有减少一点点，所以了就能够依靠这个佛性，诸我的本愿心地，发起大菩提心，那是佛界菩萨的三地境界，因为它是诸佛传下来的戒法，所以也称作佛界。那么既然说老佛界，就入于佛的位置，入于佛的位置。那我们最初这个发菩提心，说了菩萨戒，当下就入于佛的位置。入于什么佛的位置？入于理即佛的位置。理即佛在理性理性上我们都佛嘛而欠缺修行的功夫嘛。然后进一步入于名字即佛、观恨即佛、生死即佛、分胜即佛，到最后究竟即佛的位置。众生内心欢喜了，唱悦自己所听闻的了，这个叫做他愿。所以说说者就是悦也，说就是悦的意思。接着第三小课，何名佛说者，合起来说明佛说这两个字的意思。通论说法有五种人，为佛、菩萨、天、仙、化人，皆能说法。言佛说者，以心地解法，乃绝妨，尽可亲宣。非彼者能说故。又法报化佛，皆能说法。此经属何佛说？按意推之，乃一法身根本智，起破得智，现报身为说法主。报身化千世家，千百亿世家为听众。舍罗护持千世家，千百亿世家离诸世界为说法主。人天凡夫等为听众，其本佛即佛，随地随时随机所说，传无异辙，唯一梵王法门，五十八界不清法门，皆持梵王之众目，是之三生应期有意，其体本同，此梵王亲乃三生佛同说也，千臂亲亦同此意。又到这儿，我们就解释三何名佛说者，合起来说明佛说这种道理。通论农通通常谈论起来，讨论起来，讲到说法，能够说法的有五种人，也就是佛、菩萨、天、仙、化人，都能够说法那么菩萨、天仙、化人，他说法经过佛陀的印证，就等同菩萨佛说，没有两样的。所以说法有五种人，言佛说者，而这里讲到佛说，特别标出佛说是什么道理，
因为这种三十心十地十众十八千界的七种法门，乃是绝方，绝方就是绝王，绝王啊，大觉世尊就是大教主，今可亲自宣扬的，不是其余的众生能够宣说的名号，不是其余的，不是菩萨，也不是乃至化人所说的名号。又在法身、报身、化身佛都能够说法。我们这部经是属于哪一尊佛、哪一类的佛所说的呢？啊，按义推之，依照义理来推求他，乃是一别法身的这种根本质，证得法身，他就有这种根本质。那么由法身的根本质升起福德智，那什么叫做福德智？福德智也就是他能够依止于心而攀缘于外境，可以做种种的分别，所观境跟能观智是有差异。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眼目开开啊，众多的色相就显现在面前啊，因为它是从根本智之破而获得的这种智，所以叫做获得智。那么佛陀升起大悲心，教化一切众生的智，就是获得智，就是所谓获得智，这个叫做起获得智。现报身为说法主，他就显现报身作为说法主。那么报身，报身就是如身而佛，他又变化做千世家啊。那么千世家，然后再变化明世家，又变化啊，一个百亿世家，合起来就千百亿世家作为听众。所以报身就化千世家、千百世家作为听众，色罗如色罗佛又次念千世家、千百世家，在为诸多的世界、各个世界作为说法主。那我们连天凡夫等等的众生，我作为听众啊。那么这个本地佛，还有寄生之佛，有随地了啊。随着那个地方，随着时宜啊，随着众生的根基啊，所听说的，所流传的，所传统的，没有差异的言辞，唯独是一同样一种幻王的法门，所谓的五十八界，就是十众十八千界嘛，合起来就是五十八界嘛啊。那么这个百千的法门，都是持方往经，方往经的众多的法末，因此啊，就了之。法报化三身，相应众生的根基是有所差异，然而它体性本来都是相同，体性都是由法身显现出报身，而显现出化身来，是吧？所以体性本来都是相同的。这部《梵王经》乃是三生佛共同所宣说的，那么《千臂经》也是相同于这种的义理。《千臂经》是哪一部经呢？它具足应当这么说，怎么说呢？大圣于劫金刚性海万殊势力千臂千波大教王经，这么长，它是属于密教部，密教部，所以便恐怕还不清楚。大圣于劫金刚性海万殊势力千臂千波大教王经，属于密教部。好，时间已到，向下文长未来日回向。